我娘说了，这个玉镯子让我送给我，送给我未来的娘子。这个镯子我收了。既然少爷收心，我倒是有一个办法，何不给他纳个妾，就不会把精力都放在少夫人身上。俊宝，你跟我说清楚，你为什么要让雪儿当你二房？我从来都没有过纳妾的念头，你要纳妾，我也不会纳她呀。我已经决定了，无日完婚。娘，什么？你们两个要私奔？中式八点欢乐巨献金玉良缘。